在服务这么多年的过程中，我有看到其实我们服务的家庭，大部分来说都是经济比较弱势。像他们家五个孩子是一起共用一张书桌，然后再轮流写功课。对，那我其实还蛮一直都还蛮希望可以帮他们能够做一些改善。那刚好这次有这个机会，就是可以帮他们换换灯泡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读书的环境空间可以更好一点。有个台灯，对小朋友来讲，就写功课比较亮。IKEA 很开心今年能够跟世界展望会合作，这一次的计划叫做 IKEA 点亮偏向希望。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计划呢，为大多数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灯是一个家最基本的设备，这次我们来更换电灯，并准备了台灯，希望可以给小朋友一个更明亮的读书环境。透过耗能设备的更换，不仅可以节能减碳，更可以为这个家庭带来额外可支配的收入。我们希望能照亮小朋友书桌，也照亮全家人的笑容。